学员同志们，大家好。这节课我们介绍一下液晶电视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液晶电视机目前在市场上非常流行，这是由于它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好，特别是近几年来液晶电视机的清晰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它已经达到了数字高清的水平，所以在电脑显示器、电视机、平板显示器这些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对液晶板的结构和它的工作原理进行简要的介绍，然后我们再对液晶彩色电视机的各种电路以及维修方法进行分别的介绍。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液晶电视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台典型的20寸的康佳液晶电视，它可以接收电视节目，也可以接收来自电脑显卡的图形图像信号。它主要的特点是，显示屏是采用的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屏具有尺寸小、重量轻、清晰度高的特点，目前发展的比较快。在典型的液晶电视机上，在它的下面有操作板，可以通过操作键，这个就是采用的触摸式的人工键输入方式。它将人工操作键通过触摸键送给电视机中的微处理器，可以对液晶电视机进行各种项目的调整。在它的两侧是扬声器，可以发出具有立体声效果的音响。下面我们看一下液晶电视机的背部结构。从背部结构来看，它的四周有很多的固定螺钉，是将液晶显示板和外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机械结构方式。后面的四个螺孔是采用壁挂方式进行固定的螺孔，它可以通过这种连接方式挂在墙壁上。中间的这一部分是液晶电视机的接口。我们从右边看，第一个就是电源输入插口，它是直接可以将220伏的交流电从这里送入。旁边这个呢，带有天线符号的，是天线输入端。天线可以直接从这个插口输入射频信号。有线电视的电缆也可以从这里送入有线电视信号。再往这边有一个耳机符号，就是插入时可以接立体声耳机。再往这边呢，就是音频视频的输入端子，
第一组就是音频一，它可以同时输入 R、L 两个声道的音频讯号。接着的呢，就是视频输入一，就是外部的视频讯号和这个音频一同时呢送入这个视频讯号。所以第一组呢，应该是一个视频讯号，两个音频讯号。再往左面看呢，就是 S 视频，通过 S 端子输入亮度和色度分离的视频讯号，一般摄录一体机、影碟机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它的图像质量比视频输入要好。然后这边是视频和音频的第二组，音频二也是双声道 R、L 两个声道输入。那么视频呢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可以从视频输入二输入第二组视频讯号。如果是采用分量信号输入的话，那么这个视频输入二就应该输入亮度信号。那两组色差信号分别用PB 和 CB 以及 PR 和 CR 表示，那么也就是呢，就是 R 减 Y 和 B 减 Y 的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亮度信号，两个色差信号。这种分量信号，它的图像质量比 S 端子的质量还要好，所以啊，在高清晰度的音频和视频设备，通常采用分量的视频信号。最左边的是 VGA 输入端子，VGA 输入端子是输入的电脑显卡送来的图形图像信号，这是可以作为电脑显示器使用的时候采用这个端子，所以液晶电视机又是一台液晶电脑显示器，它是一种两用机。因此呢，液晶电视机又可以称为液晶电视显示器，所以它在市场上流行得很快，受到了广大用户的欢迎。下面我们通过拆卸液晶电视机来了解一下液晶电视机的整体结构。拆卸电视机需要将四周这些固定的螺钉分别取下，在它的侧面分别有三个，上面和下面分别为四个螺钉。我们必须将这几个螺钉都卸下来，然后才能够将液晶电视机打开。下面我们就将液晶电视机的后盖打开，用螺丝刀分别将四周的这些固定螺钉拆下，在拆卸的时候要注意呢，就是不要划伤机器的表面，主要是要保护好液晶显示屏的显示面。如果采用卧式方式，要在台面上垫上这个防摩擦的这个绒布或者是海绵之类的东西，以免呢造成这个液晶显示面划伤。
另外呢，要把拆下的螺丝放好，以免丢失。不同的部位，它的螺丝钉的大小不一样，这个应该分别保存好，在重新装配的时候，不要造成零部件或螺丝的丢失。拆掉四周的固定螺钉之后，还需要将支架的四个固定螺钉卸下，因为后面的盖板和前面的液晶显示板都是通过支架固定在一起的，所以要将这四个螺钉卸下。在拆卸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液晶显示板和后面的盖板都是通过这个支架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呢，要注意保护前面的液晶显示板，以免呢，这个在拆卸过程当中滑落或者是损坏液晶显示屏。这样我们就可以拆掉这四个螺钉之后，就可以将后盖和液晶显示屏分离，向上抬一点儿，对，底下的这个支架就可以卸下，这样就可以将前面和后面分离。打开液晶电视机的后盖板，就可以看到液晶电视机的主电路板。这个主电路板主要是由四块电路组成的。这一块电路是处理就是电视信号的，它包括高频调节器、中频通道、视频解码和信号处理。这一块电路是一块数字图像信号处理电路，在这个电路板上，是以这个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核心的数字图像信号处理电路。这边这个电路呢，是逆变器，它是为液晶显示屏、背景灯提供电源的电路。在这个电路板上，有背景灯的控制信号输入接口和控制振荡信号产生电路，以及这两侧的六个高压变压器，以及六组输出端子。这些个呢，是为液晶显示屏的背部光源提供高压信号的，以便点亮背景光源。这一块电路是它的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主要是由开关电路、开关变压器和输出电路组成的。它将220伏的交流电变成12伏的支流，为这些信号处理电路供电。